那不行。喂，哎，谢谢你今天陪我到这么晚呢。怎么会？我也玩得很开心呢。那就好。下次如果有这样的机会，可以再约我啊。找你？真的吗？嗯。那我下次就直接约你哦。晚安。晚安。刚好做十块啊！哎，你这个复习做的怎么样？哦，这一题哦。嗯。你想好了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啊，我看一下。说了。我跟瑞瑞。吵架，我骗他说我最近都在上家教，所以找不到人。哦，没事了。你跟他那么好，他又这么爱你，一定可以和好了。是吗？眼睫毛哎，走，看到这样子好运就会来了。姐，担心你自己就好。老板，我们两位，两份马吉烧，谢谢。对吧？都不知道学校附近有这样的店。这家店的麻吉烧超好吃的，想说带你试试看。是啊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麻吉？
怎么了？我等一下还有课，还有点时间，应该来得及。确定？两份马蹄烧。谢谢。谢谢。这马蹄烧要趁热吃才好吃。谢谢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天气这么冷，为什么没穿外套啊？怎么了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我只想找人说说话。来了，你说。越来越讨厌这个家，越来越讨厌我爸，真的有种快要受不了的感觉。他们只在意我的成绩，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现在还在我手机上装定位。他们可能只是担心你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可以第一个时间找到你啊。不是，你不懂。我现在反而觉得我跟他距离越来越远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话跟他们说呢？你是唯一听我说这些话的人呢。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你还跟我说怎么做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跟帮你。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要不要像我这样的爸爸？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整天都联络不到你，想说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哼，我最近都在忙练团的事情呢、啊，而且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？不行，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当面道歉。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，然后迁怒于你。是不是这段？
对吗？那我们一起唱。Hello。Hey， 让我做你的太阳。天黑，要是会天亮。Hey， 让我做你的太阳。希望你得到希望。老板，好样子，两份马吉烧，谢谢。其实蛮饿的，还有什么？好，等我一下。老板，那个马吉烧帮我改一份，然后再加一杯红茶，然后帮我送一下菜单。怎么不接？没事吧？我们大家去走走。当然好啊，你想去哪？离开这里，哪里都好。好。来马吉烧跟红茶哦。谢谢。谢谢。只要趁热吃才好吃。对。这里。重心就要往哪里去 ？OK， 好来、啊，这样子是哪一脚？这样的看你习惯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嘿，等一下，可以吗？没想到你会带我来这里，想说带你来运动一下啊，好玩哦，那好，可以吗？嗯。来啊，身体要往这边请，你要确定了有不想要只能躲在雨子里，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。你们怎样啊？你们怎样？不行啊，再试试。啊，可以吗？有有好点了吗？今天那边很棒，对不对？现在在一起去好不好？怎么睡着了？嗨，阿健，你说要正式介绍另一半给我认识啊？啊，你怎么没在这？瞎蛋是怎样？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阿健。你好，我是阿健。
下次再看我们演唱会哦。白痴。爱去看表演不约我。嗯，就路过去看一下而已。是谁说我们两个之间要没有秘密的？嗯，白痴哎、欸。谢谢。你要喝什么？红茶微凉雪冰的。这是你们两个的饮料。虚气他们叫你过来，打你那么久，你在睡是不是啊？哦，什么？家都被拆了，你还是回城啊？不然再一场嘛？这么烂，怎样了？哎，肚子还蛮饿的。啊？你刚吃那么多菜还不够？蛮像我们家小王会做的事啊。什么你们家？反应不用那么夸张吧？我跟他可是比认识你们两个还要久哎。对啊，我们是 girlfriend 哎。girlfriend 又怎么样？亏我刚才特地帮你做一道菜。哦。你在干嘛？学你们的啦。徐启章。干嘛？你有听过一个传说？什么传说？你现在双手抱胸，看可不可以看到你的后脚。双手抱胸，嗯哼，看后脚，起飞喽！你很无聊哎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说他这样看起来很可爱。这是我们高中生的梗，你不懂了。哎，我真的很饿，那我去买东西吃吧。走，走吧。那选一个。选一个，那我要这个。上次玩这个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。不是这样玩呐、啊，这很疗愈哎。我教你，这样子，你要先沾一下，把它沾满之后，然后慢慢的，要慢慢的，要多慢？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哦，有了。让我做你的太阳。你看看那边超多了。你得到希望，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。啊啊！有了，泡泡入镜了。有吗？有，有泡泡有捕捉到那个瞬间吗？有啦。当你瘦了一点，下次再带你去更多好玩的地方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喜欢啊。
再吃个宵夜。还要吃？几点？好啦，到了。给我吧。包包。包包。包包还是包包？包包。还以为是包包。想什么？先跟你说晚安了。晚安。晚安。爸，妈，真的很在乎你。可我是只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啊，我也想要在放学之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去打球。一起去鬼混，说不定还可以一起吃个晚餐。我很想要有人可以听我说话，可以抱抱我，可以在我做得很好的时候称赞我。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不想要只能躲在云层里，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，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，早存在的地。哇哈哈，我要特许去什么山？为什么？反正他从来就不是我想要做的事啊。而且，反而在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我整个就很高兴。叶光，你终于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了。啊，我特许你不高兴。没有啦。感觉怪怪的，觉得比较可惜吧。毕竟你做的都比我好、啊。你一直都很棒，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你一直默默支持，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你了。我一定会让你当选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第一人选。其实我都懂。
对我这么好啊？喜欢你。但你要知道，不管你选谁，我都选你。就只是说笑，就只是打闹，我莫名其妙乱了心跳，还没有拥抱，我也是。Thank you.